随着女儿的降生，有关演员梅婷现任老公的身份引起很多网友的猜测。10月10日，网友长春国贸在微博中爆出，梅婷的老公是摄影师曾健，曾在影片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中担任摄影、剪辑，并以此片荣获第47届金马奖最佳剪辑奖。有媒体报道称，梅婷在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心情十分低落，与娱乐圈也保持了一定距离，直到2010年梅婷才再次坠入爱河。但对于老公的身份，梅婷一向十分低调，连很多梅婷身边的朋友都只知道其现任丈夫是个经商的生意人，对此梅婷予以否认。而据长春国贸爆料，梅婷的老公为摄影师曾健，两人在拍摄推拿时相识，2012年在香港登记结婚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